不是教大家金井法吗？金井法，你金井法的口诀啊，这个手诀是这样子的：一个金，一化成江，二化成河，三化四化成金井，指天天清啊，指地啊地灵啊，指人长生啊，指鬼灭亡。这个金井法一打出去，就是一个井出去了。这是一个气法，一般来讲要哈火气，打出去，这个气就出去了，一出去就变成一个井，前面有鬼呀、这个鬼就掉到这个井里面，这个是金井法。一化成江，二化成河，三化四化成金井。就是这个方法，这个也是气法之一。另外呢，在我们这个密教的手印里面呢，有一个手法，这个就是锁，这个就是锁，这个锁哈一口气，把这个锁丢出去，丢出去的话，在你的意念里面呢，一个锁抛出去，就扣。就手铐就把对方铐住，这个就是锁法。还有四中五横印，这个就是轰法。四中五横啊，四个中的，五个横的，这个锁印，哈一口气推出去，这一口气一出去啊，就把那个鬼啊用网子给他网住，跑都跑不掉的。还有剑法，这个是剑术法，哈一口气出去，这个很多支箭啊飞出去的，很多支箭飞出去的，就把鬼给射死。这个都是你自己本身修成了气以后啊，你再来弄这个锁印啊，那个无形的没有办法抵挡你，无形的没有办法抵挡你。这很多的话，还有这个王法啊，这虚空中有王，我们晓得这个王法啊，金刚王、金刚王法、金刚结法、金刚王法、金刚王从虚空中弄下来，就一个网下来就。把这个鬼又网住，很多种方法的，很多种方法，但是这个方法什么是有效呢？什么是没有效呢？就是因为看你自己本身的有没有把那一股气秀出来。